你若是无想要等一下搁扫涂骹，你上好莫话过。慧玲，你会当听我解释？解释我拢听到神啊！你走，你倒来创啥？你爱去倒位就去倒位。这是我的厝，这是我上爱的厝。我知道你的生气，要不我确实透早就去拜访小农。代志处理完以后，我雄雄想到今日是上下生日，昨天出事到今嘛，我唔捌送伊礼物，唔捌陪伊过过生日，所以我才想讲买蛋糕甲礼物，去甲伊讲一声生日快乐。安尼你敢袂当体谅我？看我说话叫你生气！哎，你家己看，定制秋莲啊，爸母以前就爱听，啊，若无。是袂好挂出来，雄雄，我看你是早就计划好要替上下过生日，你到底搞我骗？娇，我安啊，你即摆伫咧想讲，先做我一张单。瞧你那底下看到的啊！伫这世间真侪代志是用钱就会当处理的，你拢唔知影有人伫咧地里啊！唔管你做啥物代志，唔管你去倒位，我拢清清楚楚。你替上下过生日，是雄雄，还是早就计划好？对，我骗你。要不过我想袂到是，咱做阿母二十几年，你竟然派人跟踪我，我瞧我落地啊！原来你对我一直这么没信任，这么对我无尊重。你就是安尼，十句话九句拢是讲袂煞。我唔那是无尊重你，我根本就是无信任你。我看到迄张单，我到想讲是毋是我误会你啊？我这个手链啊，一条是要给我，一条是要给子婷，所以我偷偷甲你对，我是要看你准备什么 surprise 要给我。结果咧？我亲目睭看到你嘴笑目笑，爱店员把礼物包好，可是要给你的查某囝，还包较水的哦。你看温柔的眼神，我从来冇看过你安尼对我，是对子婷。在你心肝内，只有迄个双生也是你的查某囝，根本无我，也无子婷。既然呢，你去呀，你去找因啊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文丽，我无伫外口偷食，我嘛无反背你。敢讲你认为你的红婿是一个放母放子的情生，还是你要逼我做迄款情生？所以即马颠倒想也唔对，你说相信也是过去，但是无唔对。啊，不过即马也是因为这个相信来破坏我的生活，这就是反背。所以你即马是咧逼我。为谋利，你这讲袂纯正，我唔知我怎会变乱做。讲袂纯正，张家良，我有看到你的手机定位，你为高家门口靠着靠靠地，地到餐厅，
让我嫌到无一块好，让我好好出来，让我好出来以后，你若是无看到我，是不是准备讲要冲入去？干嘛讲袂顺车？那呢，我就讲袂顺车到底。出去！你跟我出去！出去！你是安怎变来哩逼我？我嘛，让你回去公司做副总啊！你管我安怎？别跟我讲那遐好听！你要我回去公司做副总，是因为要利用我对付高志宏？你双手赚双币，还要分家钱，管遐多伤心啊！你从头到尾拢是在利用我，在糟蹋我！你害我完了无残酒了。你害我规工拢是提心吊胆，你害我无迄个面去见阮爸，有够啊！已经有够，我去看破啊！你别走先，哪里我走？文林，文林，你害我这时候对不起文贤，你害我这时候都无资格做人大姊，做人查某囝，甚至无资格做人的妈妈。你煞要做好啦，做一个好爸爸。我只是爱你真心真意照顾这个家庭，才够有一过分，才够有一过分。文林，我保证袂活后一辈，你莫阁生气好不好？别再骗我，我这个人是帮你耍，后盖你一定搁较超过，甚至你会互相相搬离来，搁互伊另造鬼状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让这款代志发生，我不会讲。我已经不知道要怎麼做，你才愿意相信我。我对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，我规位写黑书来证明我的真心。不免啊，写什么黑书啊？我不是古早人。我丢家良，以后那是无经过我的太太方文玲温准，都叫我的查某囝高仁美、高仁心，回来领做归宗，我甘愿无条件离开本家。安尼有够无？你敢不当相信我？哎，顺利，小宝嘞，你在这啦？代志以后都永远无法度解决，不如吐我吧。文玲，即马拢予你赢，早晚赢的人都是我。妈咪，好抱抱抱！你是在创啥啦？你不是甲我夹，爱用别人的拳头母去争石狮，我本来也搁听无，我想讲哦。别人的拳头母去争石狮，别人嘛会疼。啊，不过我今日完全了解，别人的手会疼。啊，不过我心内足欢喜的。
啊，那为什么人做你的拳头母啊？盛元哥阿妈，今日盛元哥哦要替高仁美做生日，我就想讲哦，用金佛手链这个旧靠，拜托小晴哦，用伊阿妈出来，然后再找一个机会，带阿妈去伊的生日 party。你哪会知影？伊的生日会办在倒位啊？哦，就有人报买啊。你就唔知哦，我带阿妈到位的时阵，迄个气氛、迄个节奏、迄个 timing 拄拄啊好呢。高仁美甲盛元哥拄好咧做袂见晓的代志，然后阿妈知影盛元哥的女朋友是连体婴的时阵，伊的心中哦，就要定去。我真正啊，就想要甲高仁美迄个时阵的表情翕落来，互你看。伊安尼，你无来无去，讲去了高仁美创啥？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莫去伤害伊，小奈就是讲袂听。嘛，不是我去找因的啊，是高仁心来拦我的。那不是给我报备啊，我哪有可能知影因爹倒去办 party 啊？你莫煞有人心。当然啊，我几啊遍拢收到神秘人的讯息呢，拢是高仁美甲盛元哥约会地点甲时间，除了高仁心以外，还佫有甚物人知影？既然哦，伊佮找我组成复仇者联盟。我就敢照伊的希望去破坏，无可能。因姊妹啊感情遮尼好，人心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张家良，你即马是咧为何把人忙子停线？是子婷唔知好歹，为着一个根本无爱伊的查甫人去伤害个家姐姐，佫不乱人心是了白啊！我哪有不乱？是真正有讯息。你点去？子婷，敢若有一个哥哥，你是啥物时阵佫嫁一个阿姊啊？你即马当我的面，甲这些阿姊讲出来，是超工的，还是无注意，还是你心肝的根本就是安尼想？我是咧假戏子婷，人想想过生日也无爱着伊，伊晓得袂堪要看人好，硬要去破坏啊！子婷介意盛元，所以用心计较去清楚，就参像我爱你，所以我伫阮爸面头前维护你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你先莫生气好无？讲实在，我并无认为严盛元会是一个好翁婿。伊连做朋友的资格拢无，伊配袂过子婷。这句话你敢有甲高仁美讲过？无吼，偏心。对啊，是毋是素慧？莫交往以后才会知影，敢毋是？子婷，你若想嫁一个查甫人，就去约啊。就算伊有女朋友嘛，不要紧。你就想办法把你抢来恁的身躯边，马廷利，你是咧甲我客气？所以你调工安尼讲对无？调工，我阁有搁较调工的，你要听无？我甲子婷有三个优点：无良、敖猜疑。袂堪要看人好，我就是加啊长加啊多，安怎？我就是看相思啊目空青。因细个搁住伫个高家，你就遐尔轻易，我若是无甲伊压唔得，另讲，因就亲门大户，大为我家头家，我才会出相信。你莫袂记啊，你有签切结书。张家良，张家良。
望着你。